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上帝；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12月19号，礼拜六晚上6点，敬礼圣经会南港恩慈堂，邀请你来享受不一样的圣诞节，欣赏全台湾唯一的人站在圣诞树上为你唱歌，歌颂上帝，享受冬天飘雪的圣诞气氛。你可以漫步在亮丽灯饰的绿地公园，南港恩慈堂欢迎你一同来庆祝圣诞。